亡，先过了我等这话再说。区小猢狲，也敢送上门？
阿弥陀佛，那三口红中，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 你回来了，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。
快还给我！
我今年270岁，空乘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，不不，不不不不，光之光芒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们别烧，都别烧啊！照，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，你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了。缘起缘落，只因多看一眼。不早，赶紧上山吧。500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
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。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铜头铁脑呢？铜头铁脑呢？
点本事，有种跟我来山顶会会。这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，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下来用。巨型散气无痕无迹，里面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没那么容易。拦住他！
子，前方山路凶险，只要是破瓦张学的法术。就是他。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，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
大王先不与你纠缠。此番不从往昔，无人与你助力。待我取走这宝贝，哪里不能重建宝刹？天庭胁迫，若非身不由己，好端端的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啊？龙怪说的倒不假，借再多的胆子，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。这幕后指使定然另有其人。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炼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百卷轻，千般缘，色与空，弹指间，轮回路有万次劫，求不得，闭上双眼，一生功名忙如烟，浮沉落花断不。旧情寻常事，有情书不言。修行路无边际，凡懂事莫等闲，一生功名轻如烟，最不忍我在少年，最是我情世面，看真知看见。
傅，徒弟还是想不明白，出家人尘缘已断，心海尽干，长老他为何偏偏放不下一件衣裳？若不披上这件衣裳，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，心海尽干？千重水，万重山，过了黑风第一关，红钟响，狼舌藏，烈火熊熊，双目盲，小妖打得费劲，大怪更是仓皇，如此笨拙痴蠢，如何见得真章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黄雀是谁？我看不到，蝉与螳螂倒是遍地乱跑。